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同样一句话，口开心就开啊。你们礼拜五的感恩参会，谁没有去的？每一个就有到场吗？差不多都有。没有去的哈，没有去的举手。哎呀，太可惜了，太可惜了，因为这场感恩啊、这个会啊，参会啊，非常感人。当我一进到那个参会的时候，哇，我恍然了啊，这么漂亮，布置的那么好，又看到听师母说50栋，哇，太惊讶了。因为在短短的40天，弟兄姐妹进食祷告，神真的是随听了。所以说那一天我兴奋的祷告不出来，连无比的恶意都讲不出来。哦，我真的不懂得怎么好。好在师母讲哇，我觉得哇、哦、无比恶意，你知道吗？平时我讲无比恶意是易如反掌，但是那太兴奋，因为师母跟牧师叫我上台跟我太太站在一起，我是可以说是好久跟没有跟我太太站在一起敬拜赞美神。这一次真的是神的恩典，神的荣耀，感谢主。一开场的时候，你知道谁在讲话吗？师母。哇，太棒了。为什么？假如他那一天穿了红色的衣服，假如是或者穿白色的，就好像天使在飘了，他飘到哇，太漂亮了。他一动，带动了全场的互动，跳起来，歌唱起来，载歌载舞，真的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么这种场面里面，师母是一脚踢，你会讲一脚踢吗？是于全部讲到师母他是包完，哎，不容易耶。我们要真的为师母献上感恩，为他们再来一个掌声，好不好？也要掌声也要归给我们神，使用我们的师母。好，因为这个一个人做那么多事情，真的不但是省钱。你看，假如你请外人请一个事宜来讲，你没有几百块搞不定，但是他超越了那个事宜的一个工作，因为他真的是做到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啊！我们心上感恩。那么参会完了以后回家了，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？我病了，不知怎么讲，我昨晚整个晚上气喘，不能睡觉，整个整个晚上。礼拜六早上一起来，讲不出话，我声音现在还带着一点点哈，讲不出话，讲我怎么样？礼拜天主日我想这个最后一堂的见证啊，不讲好像过意不去吧，还是祷告神啊，我就想还是赶紧去看医生丁元宏，丁宏远。去了还要排队，因为有什么？去了太多人已经报名定已经有一起定下了名，我不能够。我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起床，他就给我优待，12点左右就看完了。我回家，整天就在休息，休息以后，当然了，这个见证什么我都没有写，也没有。平时我有写一下我的稿子。说那天晚上我整天都没有写过了，没有写过。我想到两个字我要写的，就是等一下我要跟你们分享了哈。好，现在我要开始讲我的见证了。我每一次讲见证的时候，第一都要问你们上一回讲的是什么，还记得起吗？上一回讲的是为了那个要去报警，对不对？为了3000块不给，后来我选择要去报警，对吗？对，好。我再问问你们，
3000块，为什么舍不得给呢？你们可以给我一个答案吗？讲不出吗？不可能吧？3000块钱对新金马来讲，股东来每一个都 OK， 给了给了给了。上次我不讲吗？给啊给给给，少一点的就是话，出的钱好像赌博这样子，花没有钱算了，消灾解决了一切的事情。所以你不给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啊，会带来啊，到你家庭，叫你家里面找你的孩子，找你的孙子，一些问题会产生。这人真的是想不到这些很多的问题会发生的啊。所以说你不给就会可能会有这件事情，你给了未必可以有这件事，就是能够解决。所以我今天问你们，为什么我会决定不给？我决定不给主要的一个原因啊，因为我给了他就很嚣张，懂吗？他们就觉得哎呀，这个钱那么容易来，几千块钱多好，也不容易赚，就容易来，他就会通风报信，让他们的你懂吗？出来困的那个就是匪徒啊，这些人马通知一个又一个，还是继续不停的骚扰我，缠累我，这个是重点。还有呢，是背后的权势，背后的权势是谁啊？撒旦，撒旦在他们心里面捆绑了他们，他们已经属于撒旦的攻击者，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。你们还记得吗？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笑到死的时候，他问，他有一句话讲什么？主啊，他们不知道，真的他们不知道，赦免他们，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。所以说今天我讲这个见证的时候，他们也不知道在做什么。他们本是属于我们，都是一样肢体，都是人，都是神所创造的，只不过是被属灵里面的捆绑。我们是属于神的儿女，我们很幸运受洗接受神成为神的儿女，所以我们里面有一个主的灵，神的灵在里面能够分辨事情。假如你还没有受洗的弟兄姐妹，他们不是说全部不好啊，还是很多很好，但是有些呢就被在这个偏门啊，这捞偏门这方面呢，就造成了容易来也容易去。他们捞偏门就是不打工的，就是想就动脑筋，这脑筋全部很坏脑筋，就好像我以前30来岁一样一样，很会动脑筋去想怎么去赚钱。你做的辛辛苦苦流了多少汗，赚的就区区100几十块，他们一转手就是几千一万这样子。所以说他们吃惯了容易来的钱也容易去，就造成了他们不想工作，就在这社会里面专找这种路子，打打路啊，还有什么好消息啊，有什么，其实他们不是好消息，是对人不利的，对自己有益处，对别人没有益处，那最终呢是对自己有伤害的，就看你面对到哪一个人，就是面对到我了，刚刚好，他就没办法，因为我信主，主的能力在我里面啊。还有，为什么我敢报警，就是说主动去抓他们呢？为什么？刚才有一首歌，还记得没有？耶和华是我的什么？盾牌，是我的力量，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，是吗？还有一首歌呢，我们刚才牧师我在楼下，他为我祷告，我刚才那个阿梅他说我有病，他为我祷告，他祷告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，刚刚好我就想了两句话，这两句话跟我这一句话为什么会一样样的呢？我告诉你，我不多，只是想了一句话，
很奇怪啊。这句话呢，是我的力量是从哪里来？我的力量是从创造天地耶和华来。哎，一看我不敢给他看，我就拿来听了，真的是有。所以说信主的人啊，不管你去到哪里，有什么事情发生，都会意念，都会意念。上次我唱了一首，也师母也是，怎么会一样的呢？这个是与神同在，你经常有与神接触，有祷告，有去敬拜神，神就可以在你身上做奇妙的工作。假如你懒懒惰惰，假如你不肯读圣经，也不敢参加什么聚会的话，不要说有这种事情发生，连自己在做什么蒙查查都不懂啊！到时候才来说，哎呀，主啊，你求我，这个不容易的，必须要下功夫。你越做对神许愿的事情，你的生命就越成长。你生命当你越成长的时候，你的 level 就越来越高，他就没办法了，啊，撒旦就没办法攻击你了。但仍然攻击你少之又少，那时候你的全部你已经超越他了。假如你不在这一方面下定根基，有这是基础不稳定的话，很容易一下子就会被摧毁，被伤害。但是你们要记得，被伤害、被摧毁的时候，你要转神，转回你的思想、你的脑筋，要想到主是你的避难所，好吧？主是你的避难所，是你们患难中随时帮助的神。OK， 好，我现在转回我的见证了哈，我就带了3000块不给。我就去跟我女儿到了109分局了。当我去的时候，去到的时候，他们怎么样呢？把我的所有的资料就给了他们了。他们一看，当然在这见证里面呢，这事情里面呢，你要叫去抓人了，有什么证据，有什么这样，他们警方不是随便听你们讲他就去做的，不会的，必须证据充足，资料完全 OK 好了。他开始要行动的时候怎么样行动呢？他就把我们安置在警察局，不让我们出来啊，不让我们出来呢，他们6-7个人呢，大概就是在一个房间里面准备要行动的时候，他们预先要怎么样开 meeting， 一个开会，大概是起码都20分钟去为这件事情去怎么去解决。他们就在里面谈了谈了谈了很久，我呢就站在那边，我连我女儿看不到了，她已经不给她出来了。她为什么警方要行动的时候呢？她怕我们通风报信，或者有些有软弱的，或是说哎呀这件事情那么紧张，还是通知他们，这样子他们会跑掉，或这样都有的哈。因为人的心很难测透，嘴巴是说要去行动，但到后面呢又做一些假动作，很多是这样子。所以说警方经常出去的时候会找不到人，破空，这样子不好。所以我呢就站在那边，就说里面站坐在那边干嘛？还有一个 detective， 就是探员啊，一个探员持手看着我，一直在看着我不讲话。我那么不讲话，他们就跑来跑去，跑来跑去，跑来跑去。后来他就告诉我，你跟他约好约一个时间，我怎么样，我一定打手机通知他们，你什么时候要钱，告诉我地点在哪里。我上次好像讲哈，他说7点，然后是在我 office 附近。我说你多少个人来，我说你不要管，总之到时候你钱拿来就好了。好，就这样子，7点了，准时。好，那么我知道7点以后，警方知道吗？全部有录音啦，我讲每一句话，一天外一通，他们的插头就接通了，全部都通完了。他讲什么我讲什么，
全部清清楚楚的哈，不是那么简单，好像我们在这样子没有根据、没有记录的哈，很清楚。OK， 好了，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他们开始行动不行动，我看不到，只有一个那个探员守着我，看着我，我就开始这边等啊等啊，等的时候焦急吗？焦急哈，4点多钟去的时候。讲7点，等到多少个小时？两个多小时，接近七。我一看我他们挂在那个时钟的时候，我哗一声，为什么？几点了？已经还要10分钟左右就7点了，我心里面啪啪啪啪啪啪，干嘛？你现在还不出动呢？我开始讲话了，忍不住了，啊，忍得住就成功，不忍不住就不能糟糕了，给骂。他就，我一喊的时候一骂，到底你们要不要去嘛？我就跟那个 detective 讲，给一个 officer 比较大的黑人跑进来 ，keep quiet， 叫我住口，不要讲话。这是我们的，你已经交托我们做的事，我们会做，轮不到你了。OK， 你再稍等，这样子。我想开口，他稍等多时，甚至我手指着，已经7点了嘛，不要再讲。哦，我心里面想，你不去算了嘛，如果搞得这样子，到时候他跑掉，那怎么样哦？我全心全意说。想要把他抓下来，你们现在7点，只不过还有四分钟左右，还没有行动，去到还要时间，我到底还想搞什么，我都不知道，真的不蒙在鼓里，但是我还是学了人呐、啊，既然是这样人嘛、啊，那看你怎么做吧。好了，7点钟还行动哦，7点钟行动还叫我开车。刚好那时候我有一个股东了哈，他也跟着来，是杨弟兄，你们都认识，他现在跟我在那个丰收，他开那个 TLC 的车，他就停掉他的车，你的车不要动，我要用你的车，警方啊 detective 要用那个 TLC 的车了，那么他就没有车了，他就 call杨弟兄啊，就扣他的弟弟一起来，等在后面，我们开始行动了。那个警方还没有行动之前那个2-3分钟呢，他拿什么给我看？一包钱，一大叠的钱给了我，一大叠。我先翻一翻看，是真的是假的？哎，你们说真的是假的？假的，还是假？哎，是真的。那假的，真的假的？再说，你看你们都不准，你们都这样子就摆动嘛，都不行啊！哎，真的是真的，假的是假的，又一下子我讲两句，你们又回到说是真的，又说假的啊？是假的啊！上面那个一张是真的，上面一张是真的，下面呢全部是，他说这包钱。就是证据，你必须用你亲自交给他，证据就非常充足了。哦，不要紧张啊，不要掉在地上哦。有一张，他看的长得闪电的是假，他不拿了，他讲，他就帮你，你就坐在后面。那个 TLC 那部车是谁在开啊？那个 detective 探员，那个。探员哈，你们都会听 detective， 他开，我坐后面，哎呀，那么就开去了。他说到的时候我会教你怎么行动。他们每一个那个警方人员呢、啊，都有一个手机手的，不是手那个 walkie talkie 就会讲了，对讲通知了，就去了。那时候7点钟左右。已经天已经那是大概是已经开暗了，看不很清楚了。我们去到哪里？我们车现在停在
我一讲这个，现在以前就没有了，现在刚刚开的好运来哈，好运来餐厅的哈，就在门口，我停在那边。我的公司在哪里？就是 Main Street 跟 Cherry， 就是好运来前面那个三叉口啊，那边有一个电灯柱啊，上面是以前我的公司在上面。好了，开到那边去了，停下来。我只有跟这个弟弟就一个人呢，你一个人怎么抓嘛？我在想，哎，他这么本领吗？他有枪也可能哦，我不要看看清他哦，可能他很棒。他就开始去，我就看着，就看着，他就问我，你有没有看到他们人在哪里？我一看过去，没有人呢，没有人，没有人，他怎么讲？他说不要紧。再稍等一下，再看看。那么这种情况，我一看的时候，电话响了，我的电话响了。他说：“你听。”他就不听。他说：“老板，你现在在哪里？”我反而问我在哪里，我就糟糕了。他现在躲在哪里啊？可能知道我们的行动吧。我已经到了。我说：“你到了。”你在哪里啊？我看不到你啊！你看不到我，我就在你的楼下。我一看，楼下哪里嘛？我们就紧张了，他就警方就用望远镜在看，给我看，看不到。哦，后来看到了，在电灯柱那边，刚刚好那个电灯柱也是蛮大的哈，一个圆圆的，他就人。个子小小，好像你这样啊，这样来穿黑衣呢，那躲在那边这样子，电话这样，哦，我看到了，当然是他了，穿着黑衣，戴着黑眼镜，哇，那个时间也戴黑眼镜，又穿黑衣，黑那个牛仔裤，是他了，他在打电话，你还不下来啊？我等你很久了，我来了20多分钟了，很等呢。超过时间了，那时候是应该7:15了。哦，警方知道了，后来还不去，我就不知道这个探员搞什么。后来他在电话上给哒哒哒哒哒哒哒在讲，大概要行动吧。我就等，我在心里面你知道吗？不去就没有心，就不会跳。对吧？去的时候呢，心里面在啪啪啪啪，尤其是在电话上听到他跟我对讲的时候，我心里面就紧张。为什么？这个时间就是在行动的时候，换句话说，抓得到还可以邮件可以交代哈、啊，抓不到呢，后遗症就太大了，你懂吗？这个就是关键性，就在这时刻，我的心，他们这些做警方的人员，他们已经抓惯人了，他们是很简很容易，对他们来讲真的是很容易的事情，但是对我嘛，啊，就是紧张了，啪啪啪啪不能讲一步子，我说怎么样，今天人他发现到了，你认为要怎么样？还要叫我嘘？哎呀，我就。一再续，两再续，我已经受不了了嘛。好，那 go ahead。他把车一开，就开他的前面去了。刚刚好电灯柱，他有一部车移掉，他就等那部车移掉，他这个位置他就开到前面去。刚刚好电灯柱旁边，他车就趴在那边，哦。他的人呢就在旁边哦，盯得住，很紧张了，开始紧张了。去到那边，停在那边，我坐在后面，因为我傍晚的时候，那个镜子不也是带着黑的，不是很白那种车，就坐在那躲在那边。那么，那个、警方呢就在前面，就两个手抓着 standing 这样子，就是司机啊、哦，他会发现他发现一部车，他就往后看。TLC 车就不在意了 ，TLC 的车竟然是载客，不在意了。这样情况之下，他已经通怎么样我不知道。后来他说，我叫你把后面的窗
这镜子把它拿下来的时候，你就喊他的名字。当你喊他的名字的时候，你就把钱交给他，好不好？那么他就跟我讲了，跟我讲的时候，我就时间到了，开镜子，放下来，不放下来，我本来我又带点发抖的，我又把钱掉在地上，你知道吗？这个窗子这样打开，咔一声掉下去，我就麻烦了，你懂吗？这个就是一个训练你的胆，你的处事的一些问题，紧张不紧张？后来我就把它放下来了，我就喊他们，阿柱，他一转身，哎，怎么会在这前面呢？他也是有点问题啊，为什么呢？他跟我安排是说我从楼上下来，他一个眼睛两个眼睛跟着盯死在这个楼梯，这个楼梯是空的嘛，人有上下他知道嘛，就在前面，你能去看那家私店的旁边很近的那个电灯，就跟我的那个上楼梯那边大概是30-40米这样，很近的，他用手在看，一直他已经看了很久了，看我从哪里下来，或是有没有人跟着我。忽然间，我在我他的车的旁边一开镜子叫他的时候，他傻去。他一傻的时候怎么样？我一叫他名字嘛，我说钱在这里，我说哎，钱呢、啊？他一看到我讲哈，傻，他一手一拿，拿到了钱，一夹在手臂这边，帮臂上一夹夹住。开始怎么样？我不动了，我也不动了，镜子慢慢的拿上去了，脚上去了，那个警方人员也不动声，什么都不动声，没有出声。他拿了钱，这边看，那边看，电话打，哇，开始跑了，不是跑，是行动，开始用行步，这样很快开始跑，跑的掉到一路上，跑到你懂的，跑到 Franklin 啊，你懂的，大班饼屋这边卖了，你懂哈 ，Main Street 这样转，这样上下下罗斯福路这样子的，这条路这样下，不是往那个植物园这边去，我们的车头是往植物园，啊、哦，那个司机我植物园那边，他呢是往后，就拿了钱就往这个好运来这边这样上去了。他这样一上，我是又紧张了。他钱你拿了走了嘛？假如他拿钱了，一看他是假的，怎么样？我在想，或是他叫了一部车，他可能很多时候会叫了一个 taxi， 然后就叫自己车来接送他、接应他的时候又怎么样？报一声一上车就跑了嘛？你我们的车还要往植物园那去，还要掉头啊，怎么样？你追得上吗？我自己本身就很多这种想法哦，我也搞过这方面的事，我看你这样做好像不对劲哎，就让他跑掉这样子啊、哦？哎，他又一直跑，他还不动。当那个人跑到好运来上面了，哎，蛮远了，我说我纸糊看不到了。纸糊看不到了，这部车才转弯，才一个 U turn 转弯转过来。我坐在车里面，我就问他：为什么你不转啊？这证据充足了，为什么不转 ？Why？ 他就开始：你不要再讲，你不要再讲，我们有我们的做法。后来他就跟我讲，他说：你知道吗？我们没有出动之前，已经有四部车在市附近包围了，四部啊，一部两个人，八个人啊，已经在你讲的地点那边埋伏了。哦，我才知道哦，这样子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看前面那个就是我们的车啊，警方的车啊。哇，那时候我想，哦，原来这么厉害。他还叫我看那个看那部车，红的那部车，红的，就是跟在他，跟我不必跟，我就是不想跟，让他们他的注意力，我的车不在动，不是警方的车，让前面那些还不知道，早已经埋伏了哦。
我一看到这样，我说你不抓，他说抓什么时候再抓？又叫我停，不要讲，跟，一直跟，一直跟，跟到哪里啊？你有回回回答，知道啊？跟到40路，40路原来跟到那边，我们也跟，到进了一家餐厅小都会啊，你们都吃过饭，我们都有去过，进去里面。我们就从罗斯福路从那一边转过，从王子街从那边进来，变成40路头尾全部包起来了。我都不知道，我指着我的车从那罗斯福那边转个弯，跑到罗斯那个40路那边开始，那个上海滩，我在上海滩后面，车停在那边。好了，拿我的钱的人逍遥自在，哇，好厉害哦！拿了电话，的一个，哇，我看他也是蛮高兴哦，我真的是看他蛮高兴啊，哇，很喜乐那种嚣张那种，就是行动很不简单，我就进去了，进去了大概1分钟到2分钟，你知道多少个人出来？一堆人哦，好多个哦，4个左右哦。就在那边商量，可能这个钱了21天做不，哎，我多少你多少，你的情况是怎么样？一定是这样子的，因为我们听不到，很远，他们就在谈商量谈了。一声，我听到一声什么？那个 officer 一个大的黑人，一喊，哇，啪，7、8个，就在他附近。冲上去把这4个人一下子就压在地上，非常快的手动作，非常快，一压下怎么样，全部锁起来。换句话说，他们里面烧到有枪或是有刀的话，那个罪就可能比较重。结果抓起来以后，我就亲眼都看到，全部看到完，那么事情就这样子抓到了，我的警方，我们就回去，警方那边换车了，那么他就要回去，这事情就解决了。那么明天我会 call 你，你来印证一下。那么事情解决以后呢，我们就很高兴啊，当然说啊。终止一网打尽，原来他是警方做法是要一网打尽，不想说有漏掉一个。结果他就进去里面呢，我明天就call我进去警察局去指证了，又好像以前那样，指证的时候一样样。然后我的有了一两次的经验，我的胆量更大了。就是他了，不还讲都不必问的啦啊！你本身出来抓过几十个人，也指证过很多次，无形中你的胆量各方面勇气啊，一定是比之前来的更什么，很稳定，是的。一指证了以后呢，那么事情就结束了，就抓了。抓了以后，当然呢，就警方就调查他们的背景，有些是有绿卡，有些是没有绿卡的啊，还是非狗没有，就是偷渡过来的很多个。那么有些身上好像没有枪也没有刀啊。假如换句话说，警方告诉我这些有枪有刀的话，他的就比较严重。那么没有身份那些呢，就回去了啊，回到他们的自己的国内回。拒绝回去，那么有身份的呢，仍然还是在，就是给他用时间还是怎么样，不能够亲近我，而是说再有什么事情也一样要回去，回到他们的国家。那么这样的情况，这样呢，这个事情就开始就结束了，就这样结束，我心里面就开始在教会里面呢，就赞美神呢，就是说，其实。后来他们又有电话来，喊着他亲戚嘛，又好像以前那样的，
叫我真弟兄，他就说啊，法师给个机会还怎么样？那么当然我是很坚持，不会放过这件事情了，啊，每一次就说神啊，信靠神了 啊。你们的行动我不怪你，乃是因为你背后的权势，说希望你能够有一天告诉他们家人，有一天呢，你把送本圣经给他，在监牢里面还怎么样，给他们看读圣经啊，让他归向神。我们最主要做我们要应该做的事情，不要抓了人以后啊，就自己好像什么没有，但是我们还是有个交代，这个交代就是神的话，让他认识神，以后他们会改邪归正，就好像我本身一样，我懂得改邪归正，所以我能够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。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以后在做什么，会被什么东西会吸引到你，引诱你，会犯罪啊。所以说我今天跟你们分享的大概就是这样子。哎，好了，大概时间都到了哈，啊，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。好吧，我们掌声来归给神，谢谢。